我们已经等了半个钟头了，你先坐下歇一会儿，小琪不会有事的。动个盲肠手术要不了这么久的，小琪到现在还没出来，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？ 家里最宝贝小琪，你姐姐恨不得小琪赶快成为音乐神童，她好跟着她到世界各地去表演。小琪对音乐是很有天分的。江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对不起，麻醉剂出了点意外。 影响到病人的视神经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你们赶快想办法解决啊！我们准备立刻动手术，看是否能够补救翁小琪视神经所受到的伤害。你们手术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医院方面也正在追究责任，可能是麻醉剂使用太重，致使视神经萎缩，这是一件不幸的事。 我仅代表医院向各位道歉。现在道歉有什么用呢？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现在只有等手术的结果。各位，对不起。结果，我们先不要急，可能情况不会那么坏。我们要有信心。 医院一定要负所有的责任。 琴，你还弹弹干什么？把钢琴卖掉，我不要听了。小琴，疼不疼？知不知道？妈好心疼，知不知道？妈答应你，妈不再弹琴了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连走路都不会。
我还活着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活着？妈，小琪不能这么说，乖，小琪乖。请问一下，老师休息室在什么地方？哦，那头，左手边第二间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请问一下，齐若文老师在吗？在，他的练琴室。练琴室怎么走？左边出去，一直走，最后一间就是练琴室。谢谢。齐若文老师不在这里吗？我认出你声音了，刚刚就是你向我问路的，原来你是找我的。你就是齐若文老师啊？怎么会是你啊？怎么？什么地方不对吗？我刚才在走廊上一点都没有发觉你是个……对不起啊。好吧，没关系。你是说？你没有发现我是个盲人，是不是？很多人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，都看不出来我是个盲人。我想那是因为他们遇见我的时候，都是在我最熟悉的环境。所以啦，我就骗过他们了。齐老师，看你的样子一点都不像。哦，你是说我还化妆了？你看盲人化妆觉得不习惯是不是？我觉得我要化点妆，让自己看起来有点精神，别人看了也会比较高兴啊。我不是说你化妆不对，你看起来很好。谢谢。这妆是你自己化的吗？是啊，我学了好久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的练习，画不好我就擦掉重来，很难哎，这是我学过最困难的事情。你知道，色彩调配对我们这种看不见的人来说，这是跟无极天书一样。秦老师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，怪不得江医生叫我一定要来找你，只有你才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困难。希望了，我找到救星了。怎么，医生说小琪有救了呢？姐，不是小琪的眼睛有救了，那还有什么希望？一个好好的小孩，动完手术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他还有什么希望吗？姐，碰到了这种意外，我不能就这样子垮。小琪他现在变得这么消沉，可能连心里头啊都有毛病，我们不能够不帮他。要怎么帮他？你告诉我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。他当然受不了，我明白他的心情，他这一生都毁了。小琪看不见，这是一个残酷而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姐，
你不能够永远活在这个噩梦中，小七也不能够永远躲在家里都不出去。你能照顾他一辈子吗？他不能够不去受教育啊。他怎么去受教育？他根本不敢去学校。姐，我今天去见了一个人，我带小七去见他，他一定不会改变小七。香啊！今天晚上你可以好好喝两杯老酒了。哎，你怎么又想说话？爸，没关系嘛。嗯，等爸爸回来坐吧。爸，您别抢着坐，免得我不常下厨，等再下厨的时候又得重新学起，那才累人呢。人家都以为我很可怜，以为我还要照顾一个看不见的女儿。其实他们怎么会知道？都是我女儿在照顾我。帮你拿酒。好。女孩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要是正常，一天到晚都会往外跑。我这个做老爸爸的，哪有这个福气有你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成天的陪着我？爸，这不是您的福气，这是您的成绩。如果当年您没有苦心这样训练我的话，我哪里会有今天？也许我还是个废人，会拖累你呢。嗯，这都是你的信心呢。
七，你舅舅来看你了。小七啊，舅舅呢要带你去认识个阿姨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不好。怎么了吗？连舅舅都不喜欢了？我看不到他，为什么还要去看他？对不起，小七，舅舅不是有意要刺伤你。舅舅要带你去看的那个阿姨呢，她也跟小七是一样的，也是看不见的。可是那个阿姨呢，却活得好好的。而且啊，小七一定会跟她做好朋友的。她也跟我一样可怜。不是，那个阿姨呢，一点都不可怜。因为她很坚强，也很可爱，小琪啊一定会喜欢她。又在伤心了，不要成天想着小琪的事情，这样下去她好不了，你的精神也会崩溃的。我都快受不了，我的精神绷得好紧，好像随时都会。我了解你的情绪，从上一回他摔了跤以后，你成天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，生怕他再摔一跤。唉，照顾一个婴儿也不会像你这样辛苦。我真恨不得变成小七的眼睛，可以帮他看一切，替他做所有的一切事。可是你不能啊。秀兰，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我们会比小琪早走一步。我真不敢想，小琪他该怎么办呢？秀萍说的没有错，他还有一段很长的人生路程要走，他还年小，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替他好好的计划。我们不只是要宠爱他，我们要比对一般正常孩子，要对他付出更大的爱心跟耐心，去好好的教育他。你的意思是，送小琪去启明学校？小琪他会习惯吗？那里面全是瞎子，他们会不会欺负他呢？太太，你应该承认，我们的女儿已经成为瞎子的一份子了。如果你不能用正常的眼光去对待那些孩子，又怎么希望别人用正常的眼光来对待我们的女儿呢？对不起，我太关心小琪了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。慢慢的来，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挑战，我们两个好好来帮助小琪打赢这场仗。
宋先生，你带你外甥女来了吗？我带她来了。嗨，你好。低着头说话呢？你怎么知道？舅舅说练习看不见的。我是学音乐的，我分辨得出来，你这声音是抬头讲的，还是低着头说的？齐老师啊，你的听觉能力真是太好了。这是老天给我们这些失明人的礼物，他给我们最差的视力，但是又补偿似的，又给我们最好的听力。莫小琪。你知道吗？刚才你去到那个班上，有个8岁的男孩，全校每一个老师的脚步声，他都能够分辨得出来。任何一个老师，只要经过他的教室门口，他都可以很正确的叫出老师的名字，而且绝对不会弄错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如果你肯学，同样的，你也可以分辨出各种不同的脚步声。你舅舅告诉我，你很有音感，这对你不会是难事的。你听到齐老师的话了吧？小齐啊，现在你有没有兴趣跟齐老师学？小齐，从前老师也跟你一样，什么事情都不敢做，什么地方都不敢去，每天躲在家里哭。可是老师后来想通了，我们既然已经失明了，这虽然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，但是我们不能被命运就这样打败了。老师决定向命运挑战。现在老师一个人可以上街买东西，在家还可以做饭收拾屋子，这样是不是很好呢？老师现在活得一点都不痛苦。更重要的，不要再让爱我们的人难过了，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痛苦的。爸爸来看你，睡着了吗？再让爱我们的人难过了，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痛苦的。
小琪，老师今天和你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定向移位，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身体来走路。如果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我们看不见前面的东西，我们必须首先考虑要怎么样保护自己。你必须慢慢的往前走，碰到东西的时候绕个道。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手和拐杖来保护我们的脸和身体。来，跟老师一起练习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不要怕，小七。请你看着这一切，所以走路太容易了，你根本不必用心的去走路。现在你看不见了，所以你会害怕，但是我们要克服这种恐惧。我们先从笨的方法开始学习，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走，慢慢的你就会越走越好。相信老师，试试看，走。虽然失明了，小琪，那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恐惧，我们必须克服我们恐惧的心理。定向移位，我还真希望你回到小琪家能够多带他练习。小琪，刚才从厨房里头走出来，你还记不记得走出来之后在他的四周围有些什么东西呢？想到要交一个男朋友，爸，我不会想要个男朋友而去交男朋友。可是如果有一天我碰到一份值得我去追求的爱情的话，我不会躲开。老师早。老师早。
谁站在门口？是谁呀？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去？是哪位同学在门口？别怕，是不是想弹钢琴？告诉老师，你是谁？小琪，是你吗？谢老师，是我。周小姐，没想到是你。若文呢？嗯。钟先生第一次到咱们家来，要好好招待他。好。你们先聊聊，我去弄点吃的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啊？小琪的家长通讯本上给你的地址。小琪出事情了吗？不是，我来不是为了小琪的事。那么，对不起，你请坐。你看我只顾着跟你讲话，都忘了请你坐，真没有礼貌。您坐啊，请坐。什么事情？我买了两张音乐欣赏会的票，我想请你一块去听钢琴演奏会。我？你要请我听音乐会？今天晚上的钢琴演奏会啊，口碑是很不错的，有很多人都很称赞他，所以我想你也会很喜欢他的。周先生，若文，你就跟钟先生去玩吧。年轻的日子，总应该多留一点值得纪念的。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可以常常带你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我会带给你不方便的，我还不太能适应陌生的环境。不会的，若文，你表现得很好。谢谢你。我要求的并不太多，有过今晚的回忆，就够我回味好久了。我喜欢带着你多接触这个世界，你在你熟悉的世界中，你并不需要我，可是你在陌生的环境里，你一定会需要我的。我希望有机会我能够陪着你一起适应更多的陌生环境。秀萍，我没有看过电影，但是我读过不少小说。难道我们今天晚上就像书里面的男女主角一样，在一个很美丽的夜晚说一些美丽的话吗？今天的美丽呢，就到此为止。进去吧。再见。下次我带你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看电影？你可以用听的吗？这会是一种很新奇的经验。好啊。再见。
爸爸也希望你能够跟别的女孩一样，有个男孩来陪伴。可是爸爸又怕你受到伤害。爸，我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存有太多幻想的。嗯，爸爸看得出来，你对那个钟先生的印象好像很不错。你想跟他进一步交往？我不想，有今天的回忆已经足够了。丫头，你是怕自己配不上他？不，爸，这不是主要理由。我不会对我的失明感到自卑，我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啊，只是两个人在一起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他有他的世界，我有我的世界。我只是怕，要彼此适应对方，是件很困难的事。小琪，这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，有些我们看不到，但还有很多的美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。人类的能力原本就是很丰富的，除了能看，我们还能听，能闻，能触摸。现在你用心倾听着，你听到了风声吧？所有的风声都是不一样的哦。当你有烦恼的时候，你静静地听这些风声，你会忘记一切烦恼的。像我现在牵着你暖暖的小手，小琪，你的手轻轻柔软，我就知道你信任老师，你已经什么都不怕了。这是不是一种很美的感觉？小琪，慢慢的你会懂得，做一个盲人，如果要让自己幸福，一定要追求美，信仰美，美会给你生存下去的理由。你一定要找出你自己最受感动、最热爱的事物是什么，好好去做那件事，你会在其中发现生命的美丽。老师教你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那天老师在弹琴，你站在门口对不对？为什么老师叫你，你不应声呢？小琪，坐下。我听你舅舅说，你琴弹得很好，可是你再也不碰到钢琴了。你来到学校以后，老师也没有问你这件事情，
因为老师不要逼你，老师相信有一天你会主动的来接触钢琴。我们都是爱音乐的人，虽然你不碰钢琴了，可是你内心里还是有音乐的声音，对不对？那些声音一直压在你心里，它要跑出来，你不能不让它出来啊！只有来弹琴，那些声音都会出来。小琪，也只有这样子，你才会感觉到最深的快乐，因为你没有再把那些你喜爱的音乐锁在你心底了。这就是老师说的美，你懂了吗？盲人学琴最困难的就是去认谱记谱，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音符记在脑海里，融会贯通，才能弹得完美无缺。我们虽然看不到乐谱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我们最灵敏的双手去认谱。只要通过了最难的这一关，其余的都不是难事了。小琪，音乐本来就是要用心理去听的，而我们盲人用心灵去弹，我们不会输给正常人。只要你的心是充实的，你的音乐也一样充实了。对不起，打搅了。洛文，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下。我们改天再谈，我现在没有空，我要教小琪练琴。不会耽搁很久的。小琪啊，舅舅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齐老师谈一谈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要紧，老师，你们去吧，我自己先练习。都没有，我到你家去找你。你爸爸每次都说你不在家，你能去哪里？总不成你天天出去吧？我到学校来看你，你总是忙东忙西，连一点谈话的机会都不给我。我最近忙着教小琪，他进步得太快了，我教都来不及教。不要拿小琪做借口，这不是真正的原因。你躲着我一定有其他的原因。你不要逼我。不行，我不听到答案我不会甘心的，我会每天都去找你。我怕你常来看我，我会陷下去的。你怕陷下去？你知不知道我已经陷下去了？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已经陷下去了。你是怕受了伤害，你才不信任我，也不信任你自己，对不对？若文，我已经考虑了很久，我不是不用思考，可是我发觉没有办法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起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听到这种。我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些困难，可是什么事情没有困难？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坚强独立的女孩子，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认输，你会逃避挑战，你都还没有开始，
你为什么就要逃避我呢？修平，我怕，我怕你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会。什么都不要怕，只要有我在。下班的早啊，这就说你最近进步的多了，所以特别来看看你，再接你回家去。爸，你来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可是你现在不要回家，我带你参观学校，好不好？哦，小七。爸，放心啦，我现在虽然看不见，可是我对这里已经很熟悉了，好不好？青花，你应该没有看到从那边一路跑过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齐老师说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做人家向导，进到外宾了耶！真的啊？嗯，爸，我现在做你向导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好，走。你爸没告诉你，我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妈妈派我带你来买一件礼物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生日快到了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还怕你都忘记了你。那你喜欢什么东西？我早就想好了。什么？爸，你还记得我喜欢什么颜色吗？当然记得啊，你最喜欢粉红色了。对，粉红色。爸，我想要一床粉红色的床。怎么想要这个呢？爸，我现在虽然看不见了，可是我仍然记得那些美丽的颜色。爸，我想如果我睡在一张粉红色的床上，每天晚上都可以摸到它，心里想的都是粉红色，我会很开心的。那你现在摸摸看，这就是粉红色的床单。爸，爸爸一定买给你。当做生日礼物，它是粉红色的，谢谢爸爸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。